贾府四千金经典美照，个个都是风华绝代，谁最令你惊艳呢？一，贾元春。贾元春是贾府四春之首，也是荣华富贵第一人，他在宫里的地位关系到贾家的荣辱性，责任重大。从一个养尊处优的侯门杏花步入那步步惊心的宫廷，元春的正装也是身份的象征，一身名贵金黄，雍容华贵，美德大气。然而从金陵十二钗正钗判词可知元春的结局走向，20年来便是非，流花开处赵公美，三春争及初春景，五四相逢大梦归。元春身居后宫，无法与亲友相见，更不能向家人倾诉哀愁，最后便郁郁而终，而贾家的好日子自然也到头了。二，贾云春。迎春是荣国府的小姐，自幼丧母，父亲贾是贪财好色，弃母邢夫人愚昧，兄长贾琏毫不挂怀，更不要说王熙凤对其的关怀。迎春长相俏丽，肌肤微丰，阁中身材，腮宁心丽，鼻立额直，温柔沉默，观之可亲。然而这位贾府二小姐生性极为的懦弱，一副处处受人欺负的可怜模样，奈何父亲贾赦为了5000两银子将女儿迎春嫁给了中山郎孙少祖。贾宝玉得知后也叹道，不闻永昼敲其声，要你点点污其平。最后这位名门闺秀死在家暴的婚姻里，令人痛惜不已。三，贾探春。玫瑰花。贾探春是贾府的三小姐，长挑身材，鸭蛋脸面，俊眼秀眉，顾盼是非，文采精华，见之忘俗，可见曹雪芹对其的喜爱。探春和迎春一样是庶出，虽有自卑不敏感的心，但她学会保护自己，诗才也只在钗黛之下，第一个开诗社的人，很有头脑，活得很有尊严。凤姐和王夫人也得顾忌她。林黛玉评价探春道，三丫头倒是个乖人，虽然叫她管些事，倒也一步而不肯多走。从判词中已显示探春远嫁，相对贾府的结局来说，她的结局还是不错的。四，贾惜春。林黛玉初次见到贾惜春时，她眼中的惜春身量未足，形容上小，可见惜春还只是一个小孩子，比黛玉还年幼。惜春的存在就像一个影子，有三姐妹的时候她总会出现，也是默默地静坐一角。换句话说，惜春的存在感真的很低。惜春看似心冷无情，其实也是最可怜的人，母亲早逝，父亲对她不顾不管，哥哥贾珍也只顾自己玩乐，也不曾对这位妹妹有过只言片语，连亲哥哥都如此，更不要说自己嫂子尤氏了。贾府抄家出事的时候，惜春逃出了贾府，独卧青灯古佛旁，路经寡州化缘乞讨，巧遇刘姥姥也不肯相认，可谓是富贵逐过眼云烟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